老板娘嘞，老板娘。很热，在这里棚子都搭起来了。我来张电话卡，来张电话卡，手机没有话费了。现在有多少的电话卡？有两种。有两种？哪两种？我说要哪种？要哪种？要？你现在有哪种？一万、十万、二十万、五万。过来种两万的吧，两万的，两万的就够了，别拿错了，五十万的咱也充不了啊。太贵了，不舍得充。这是两万的是吧？兄弟们，这是两万的电话卡，一个二两个零，一个二五四个零啊！在这边数学得比较好，然后刮开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得到一串密码，就可以充话费了，非常的方便。在越南这边，两万是吧？来，看看假不假？越南这边好像没有看假钱的，基本上你拿了他就会收啊。你能看出来真假吗？看不出来吧？哇，这果然是鉴定钱的好高手。行，等我充完话费了，晚上给你打电话，老板娘。一脸嫌弃啊。